从世纪七十五章第一节，这是耶和华爸爸差异上重要分，要发对阿伯兰说：阿伯兰，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赏赐你。第二节，阿伯兰说：主耶和华，我既无知，你凡事我是无呢？并且有前书我加入的是太马色人，而呢二节第三节，阿伯兰要说我。你们要接我儿子，那生妻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孝子。第四节，亚伯伯要对他说：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孝子，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孝子。第五节，于是让他走到外边说：你向前观看，书生众生能收得够吗？要对他说：你的孝子有像如此。第六节，阿伯兰先亚伯伯，亚伯伯超二次回他的意。第七节，亚伯伯要对他说：我是亚伯伯，前两年出了加勒地的五王，没有长者之师你回入。第八节，阿伯兰说：做亚伯伯，我这能自他必得这次回入。第九节，他说：你比我赐一只三人的母牛，一隻三人的母山羊，一隻三人的公绵羊，一隻斑鸠，一隻雏鸡。第十节，阿伯兰超市了这些来，未用撇开，换前两班，一班堆错，一班的败跌，只要尿，没要撇开。第十一节，要知尿，下来落在那四处的肉上，阿伯兰超把它吓肥了。十二节，你跳进落的时候，阿伯兰潜潜的睡了，不然有人将他吃暗落在他身上。十三节，亚伯伯对阿伯兰说：你有的确知道，你的孝义必极其骗人的天，要服侍那天的人，那天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人。十四节，凭借他们所有服侍的那国，我有惩罚，后来他们必带出许多财物从你那里出来。第五节，但你要向太守收数，平平安安地归到你的住的那里，平人埋葬。十六节，到了七夕他，他们必疲到七天，因为阿摩利人的吹压，还没有满尽。第七节，日落天黑，不料有摩人的路，偏少出的火把，从那里肉块中经过。第八节，当那日亚伯伯与阿伯兰立约说：我已施给你的孝义，从埃及河切到伯拉提河，何止天？十九节，超使基尼人、基尼斯人、吉摩尼人。二十节，赫人、比利斯人、利非尔人、阿摩利人、迦南人、各加撒人、亚布斯人止天。